3天，他都捂着肚脐眼底下，得觉得肚脐眼往下一点这个地方使上劲才行。亚文的经典之声，红高粱。后来怎么着？后来把杆儿铺平了，铺平，他就躺下了，躺下我就痛快了。对，对，听见爷们的话，都出去，都出去，出去，你们就送到这儿吧。这儿离家不远了，我一会儿就进去了。让你上这那边那屋，我就这屋睡觉。我从今儿开始天天在这屋睡觉，这是我的屋。掌柜，还真像，太像了。掌柜的，谁他妈是掌柜的？你说的是他妈李大头啊？啊？李大头算他妈什么东西？啊？他活着我也不怕。我告诉你。她是我的媳妇儿，我的。她说她喜欢我，在高粱地里她就说了，她亲口跟我说的，她喜欢我。对，对不对？你自己说的，你喜欢我。好像啊。